上 IDI 的话，现在这一台设备是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精密的 CNC 的加工中心机，它的精密的程度是到可以叫它移动每一个单位是100纳米，就是0.1微米，然后它做出来的这个面粗度，它的面的粗糙度的话是到 RA 50纳米以下。像这些画面的话，这第一个这个都是触控式，简单讲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就是用对话式触控的。这个的话可以随时看到它的整个机具的刀具加工的状态程式。留在台湾的这些公司，像股票上市的一些知名的公司，他们都有用我们的。还有像在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这些也都有用我们的。我们主要在培养的人才，不是纯营业，也不是纯技术，就是营业技术或是技术营业。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只为了业绩而已，我们要怎样让我的客户他们可以就是说把我们的设备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他就可以赚更多的钱。真的对工具机产业或是一般人在讲的做黑手有兴趣的人，但是我也可以跟你们很明确讲说，做这个的话保证不会没饭吃，